来了没有啊？马上5点了，我快扛不住了。把巴韦德的方案发过来没有？到点没有发，就视为他们自动放弃了啊。发过来了，发过来了，吴总，发来了。把两家公司的方案全都拷到 U 盘里，然后让所有人去会议室开会。好的。跑到 U 盘里，你干嘛呢？我 U 盘不见了，我这脑子……走，用我的，拿去啊！这电脑有病毒。吴总，我爸给你传上病毒了。啊，病毒？病毒。没事没事，我出去借一个，很快的。病毒？怎么样怎么样？我马上开会了，你快点。已经发过去了，在上传。太好了太好了。跑什么跑啊！你不是借 U 盘去了吗？哦，我找到 U 盘了，在我兜里呢。赶紧考完了，赶紧开会。好嘞。南哥，还没消息啊？哎呦。这怎么还没有消息啊？来了，定了，巴巴艾德。多亏了李首席啊，不然咱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优秀的提案。这也是大家的功劳。好，好，叶璇呢？就不能把叶璇再挖回来吗？哎呀，对呀，就是嘛。我也想呀，这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嘛。那既然这么顺利，我们晚上一起庆祝一下。哎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咱们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改天再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今天有流星雨，都有约会，对吧？找个周末，咱们好好吃顿饭，怎么样？啊，散了，散了，散散。哎呦，我得赶紧走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要上楼，我要上楼。大家今天辛苦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你来找我干嘛？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次你无论说去见谁，我都不会去的。啊，不不不，这次谁也不见，我保证。那去哪儿？走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问你呢。这不是，这探有点问题。
不是，你就在这看着嘛，你要不别看了，你看着我紧张。你要不继续待会儿。行，那你慢慢考吧啊，看你能考出什么花儿。好了，肉烤好了。你在干嘛呢？你别笑了。你是在练什么神功吗？你别笑了。我不笑，我不笑了。我不笑了。你真的轻点儿。好，我轻点，我轻点。我的宝贝头发，我才刚做完没几天。月月，你住的地方我已经给你订好了，然后你把航班号发给我，我去接你啊。郭天磊，我不来上海了。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不联系你，我以为你应该知道我们早分手了，没想到你这么执着。我原本想当面告诉你的，后来想想没这个必要了，祝你早一点找到那个对的人，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Sorry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Sorry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dial later.现在打算怎么办？
孩子生下来。啊？啊，不是，把房子买下来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吃饭，参观酒店都订好了。不是，他都不来了，你还去干嘛呀？因为押金交了，不能退。